这里有点文创街的感觉。就是它这样的很可爱，小小一只。我们这样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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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，就可以吃到免费一个。对，很清爽。那这个杯子很无印风，而且蛮好吃的，爽爽的。脆皮蛋糕，好好吃这个。这是王美饮料，目前桥数75人。哇，我第一次来去厕所这样。在装。可以坐在这里耍废。哇。哦，蛮有超香，冷冷的天吃火锅刚刚好。是有。有，台湾夜景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到 Main Lab。今天呢，带过去南投民间，你自己哦，带 Vicky 去吃一下免费的凤梨酥，还有免费的肉肠。不要啰嗦，出发 ，Go Go。你知道过年出来玩的体验是什么吗？塞车耶！耶！这个也是旅行的一部分。站稳稳，等一下就站不稳了。我没有动哦。停好车了。现成50块。前面在排什么？感觉很多人。凤梨山药，我刚才看很多人走进去这里，这是9号花园，你在讲里面，然后谁鬼的鞋啊？维乐山丘啊？这里一堆凤梨田。对啊。29号花园好像在走进去。那个要预约。这是什么？他怎么进？他摊子在怎么进？这里有一点文创街的感觉。不要买太多哦，我们要吃烤肉。哦，你要排厕所吗？不要，我去上一下。女生都要排，男生永远不用。来看蜜蜂哦，它不要把它放出来就很可爱，它放出来就很恐怖。但是它这样的很可爱，小小一只。哟，终于进来了。当年大学的时候没有课，我们都来这里吃免费的凤梨酥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我一二三是很久的啦。对，我大学的时候就有了。哦。那我们刚才去的是这个村民市集。这就是特产，这里就是总店。这么平凡无奇的一个总店。你们香港不是也有卖这个？对啊，我以为是那种很商业化的地方。对对对，我没有想过这么平凡又来。我去看一下在哪里。我们这样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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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，就可以吃到免费一个。他的工厂在哪里？工厂好像在后面吧，是门市。对啊，然后你拿就可以在那里吃了，开吃。这里没有，很俏哦，跟你想象的不一样。对，然后这里就是，哦，竟然是这样，原来是一个四合院。排队中。耶。还有苹果酥。对，还有苹果酥，这是礼盒。嗯。后面是什么？茶礼盒，还有两个装的，两个120。哦，对耶，还有凤梨苹果酥这样子，一个凤梨一个苹果这样。哦，210。因为我们是要看到人数，在这边要刷卡付现的。120。蜂蜜脆蛋糕。
不是来买凤梨酥，我只是想买这个这一个。可是已经送了三个了。对，今天还不想吃。那里有茶可以喝。那我们在哪里吃？我们要在哪里吃？我们要去找个位置。我们先去盛茶，然后再去找位置。好。干杯。嗯，得必得。我喜欢的茶，嗯，好喝耶，不会涩耶，有的都会变苦耶，不会耶，也不会耶，很清爽。凤梨酥，对啊，我以为很小的那一个，那怎么办？你以为凤梨酥很小？送大块才有那个心意啊。不是，我吃不了。我会帮你吃。哦，背后人呢？喂喂，我感觉你等一下吃到会说，哦，好想再吃哦。应该不会，算了，我觉得我应该不会。它是土凤，它不是一般的凤。还是蛮好吃的，酸酸的。对。蜜脆皮蛋糕。哦，脆皮蛋糕。嗯。好好吃这个。蛮想立着凤梨酥小王这里在，刚好互补。都很好吃，你试一下。哇，解腻，哇，我都很好吃。我把你嘴巴的味道全部用掉，嗯，可以炸多吧，让你嘴巴会变清新。嗯、是不是？啊，这个吃起来像那个吐司边花莲的馅饼，很好吃，嗯，而且很好吃。我带凤梨啊。对啊，好像很好喝的感觉。奶盖凤梨，这是王美饮料哎。有王美吗？有啊，蛮王美的。你有相机啊？你看，这什么拍立得？对，拍立得，真的好喝，但是太冷了。冰淇淋都吃了哦，都生哎。生吃什么？很酸。但是很好喝啊。是因为土凤梨，所以它会比较酸。对，土凤梨比较酸。那早餐那个是土凤梨吗？早饭那个是凤梨，感觉拉拉就比较好喝喽。我要喝上面一点。咖啡生哦，咖啡生真没有那么酸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杯子很无印风，感觉很想把它收集起来，有没有觉得吗？不错，我们吃完了。这很多农场的水果，是不是有龙坑？有啊。早上吃免费的面，下午吃免费的。哎呦，对，又有免费的茶哎。早午餐再加下午茶。对。他们一天就不用花钱了。啊，晚上去哪里？哇，这间玉米店很多人哦。我们现在站来到了星月天空的停车场，但是我们还没要去，我们先去佛探井吊桥天空之桥，然后现在还没晚上，对，我想说晚上再进去看夜景，会哦，那里，哇，操你妈嘞，鹦鹉表演，还有可爱的小动物哦，你骂脏话，丑卵麻。丑脸麻。50块的样子吧。全票70，优惠50。天空之桥到了。目前桥数75人，最多可以150个人哦。哦，哇，我第一次来耶，好像很漂亮的感觉，真的蛮漂亮的。从这里看下去就可以看到我们家了。
我们现在走去最中间看看百万级的夜景。太阳快下山了，天气越来越冷了。我看一下这里下面是什么，是哪里？看到了，哦，这里下面是社头。哦，下面是社头。哦，这是社头。然后左边那边是田中。哦。所以这条应该是高铁啊，高铁站在那里。你看看。这是高铁，对，然后这里是社头乡，快到对面了。对面不知道有什么风景，呜，刘奶奶，现在要回城了，呜。这是另一边的。这里就出去了，所以他可以从这边进来。游客照，游客照。好，哎，很好看哎，刚刚那个走路的那个背影。欢迎回来。哦，猴探井游戏区的导览图，然后什么？因为山谷市井从远方观看，与前方的小山峰交叠出像猴子深蹲探视深井的形貌，所以称。那它可以看黄昏暮色，而有夕阳谷的支撑。我在这里，然后等一下要去星月天空。哇，这里有超多好玩的。哎，这里有一个红土咖啡，哪里？这里，我们在天桥上。我已经拍到你跑街了。你看，这是灯笼花哎，哇，真的哎。对啊，那你给你用 Kitty 的啦，那是真的啦。两个，真的。哇，我们到了。很多小花。那去高雄看啊，大这样，里面的车位超大的，对，入园250可以折抵50，然后我们剩下6:50跟7:50，还有6:30了，哎，有水团，人未难，对，对，那只猫，它的毛看起来毛质都很好，它那个旁边那只，哎，普通猫，跟鲁鲁一样的。哟，有，这里有盖盖，这什么盖？你去帮野猫子抽啊，流行吗？粗的，粗的，粗的吗？对。咕咕咕。猫头。咕咕。咕咕我该叫了。哎，是的。好可爱哟、喔！可爱。演啊！哎，刚好啊，你是兔子吗？换你啊！你在装？收到，快点走，收好。你看上面那个。哎，好好玩哦、喔。对呀、啊。啊，你有球嘞？砰砰砰砰砰砰砰！这个有点重，穿。对，米就浮。是吗？哦、oh, ，sorry。穿。穿好。Okay. 可以坐在这里耍废。已经没有位置耍废。对。没有位置耍废了。在那里，哇，好温暖的感觉。
对啊，很废呢，这个地方。还不错哎，看跟谁玩？这个算在农场。对，算完的农场没错。哇！有一只掉了。哎，有一只不同颜色的吗？哦，两只不同颜色。哦，对，两只不同颜色的。有黑色的。有黑色的，有黑色的。要去买啊！他们在吹冷气。没有。哇！这个光吃了。不吃高丽菜哦。来，嗨，你好，你好，他会吐你口水哦。对呀、啊，他睫毛好长。为什么你没有在泡温泉？为什么没有橘子？你怎么了？不要打架。哦，他在聊别人打架。在找别人。我找别人打架。好，讲来了，就一直找别人打架。来闻他屁屁。会撞他屁屁的，这样好了。好。那我帮你拍了吗？哇，好肥！你在找镜头？不找哎，找镜头哎。另外一只过来了，一起拍。一起拍。没有食物哎。我可以很多哎。来了。来了。对啊，北外哦。阿姨，好像四人座啊。对，位置不错。哎，位置真的不错。真的不错。位置不错。不，位置刚好。基本都要400多起跳。就写一点简餐的。对啊。哦。风味套餐。哎，有韩式泡菜锅。六款。用滑的了。我要吃锅好了，不然啊，不要，开始。白饭吃到饱。你呢？你可以啊，我加了缓分。会哦，下面开灯的哦。不行，还是这个比较爱心。还要。好喝，有人知道。在那边。好舒服。开吃喽。我的是麻油的。哦，麻油超香！哇、哦，开吃啊、哦！列白龙你们点啊？不啊，不单点呢、啊。哇，姐单点猪肉啊，120呀！开吃喽，升级。上海的猪肉片没？噔噔。冷冷的天，吃火锅刚刚好。S7 鬼样吗？没有。顽石如何？好吃，但是我都不知道我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，为什么看不到？
意哦。我看你，右边那只吗？很可爱，你还有点像咪咪。哇，这里有个躺椅，超爽。躺椅区，看得到我吗？看不到，太黑了。百万夜景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要出去了。那有夜景看，又有动物，又有可以耍废的地方，真的不错。好啊，那我们今天民间一日游行程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那现在很冷，我们要快点回到车上了。OK，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。如果喜欢影片的朋友，请帮点个喜欢；还没订阅的朋友，就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部旅程见，拜拜。拜拜。